今天呢一早来拍那个九点的芝麻开门，刚刚已经拍到了，然后还有拍到十点的。那我现在是用手机，我手机跟那个就是单眼微单也有拍，还有那个 GoPro。不过是因为我现在在现场啊，还在等，下一场十一点的那个九点十点。啊，十一点，对，十一点的那个交接。那我想说这个空档啊，我把那个手机拍的那个影片，芝麻开门的影片剪一下分享给大家，即时性的，不然的话等到明天才能够看到影片了。所以手机拍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现场剪接，然后现场就分享给大家。有一个虽然是说不是即时的，可是也是接近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差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很开心跟大家分享，能够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欣赏我们三军一队的表演。再见。Yeah.